诶，诶，有听得到我的声音吗？Jimmy，你们有听得到我的声音吗？OK，好，有声音，完美。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最近的那个 AirPod 怪怪的。对，好，真的是哦，谢谢谢谢，这么多人来看，因为我超久没有开直播，然后我一直想说，天哪，我今天直播人数，我真的很担心，因为我觉得最近太多艺人在那边开直播，然后就想说，我这直播人数，根本是只有1000呢，还是只有300、400？OK，好，1000多。完美，好，先这样，拜拜。确认一下我的人气还有没有在1000处。好，OK，现在大家一直持续在祝福我生日快乐，大家至少有看到。然后，哎呦，对，然后因为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好了啦，别吵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这么晚开直播吗？因为我根本忘记怎么做直播。我刚刚就说好，我10点要来弄。你看现在几点？10点13分，就是表示我弄了13分钟，在我要怎么开直播这件事情，我傻眼。我刚刚我最后一次开直播就是，就是月春的最后一集，我开直播跟大家聊天。你看，已经3年多了，然后我现在快快3年，我的30岁大寿，我就是，对，就想要开直播跟大家聊一下。然后我没有睡着，我也没有忘记，我纯粹是想说，还是先放大家聊好了，真的很懒直播，但没有说要做到，因为我觉得，对，嗨，林云熙，我就觉得，就是。因为真的蛮久没有跟大家直播，然后觉得好像可以。谁跟我说初老现象？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对，然后我就很懒得打扮，因为我今天就是想说好，今天要直播应该要打扮一下啊。不好意思，我还是全素颜，谢谢。因为我连隐形眼镜都懒得戴，我想说没差吧，不要浪费我一副隐形眼镜。然后想说哦，那就。本来是想，我你看，我本来想说，里面穿一个小可爱，因为太热，我都穿小可爱。然后我想好，不要好了，就有点太暴露，我就把那个衬衫穿起来。对，哇，谢谢1000多人跟我在线上。然后有啦，我该做的仪式感还是会做。哦，然后预告一下，如果等等有一些艺人朋友有上线，然后来就是。加入我的直播，欢迎你举手，或者是你可能要留言一下，然后可能要点你这样子，因为我这太久没有弄直播，我先弄一下哦。哦，就是哦，这边下面还有一个 QA 嘛，对不对？怎么办？我好像老我太像老人了。我在那边说，那个是不是这样子？我穿小可爱吗？玩鱼的啊，正想说我在穿小可爱。好，没事，因为我想说，就是30了，是不是要就是露一下这样子？还是我真的穿小可爱？因为毕竟我的这衬衫蛮重，超久没穿，压在那个衣柜超底下。好，然后因为我真的太怕大家睡着，然后因为我必须就是跟大家应该陪伴到我的生日的最后一刻，就第一天就最后一刻，然后要死了，是不是？就是那个现在10点多嘛，就可能12点多什么之类的。对，如果大家要去睡，欢迎去睡觉。然后不要再说我像老人了，烦死。好，然后对，如果我刚刚说什么，就是要那个艺人这样。然后因为下面有 QA，如果等一下真的词穷的话，嗨，薛薛，你有在等是不是？薛，好，不要怕我里面的小可爱，好不好？好，就是如果等下词选，我就会回一下下面的 QA。然后
但因为很少词穷，因为毕竟我是专业的主持人，我可以一个人在那边大尬聊都没关系。对，这个是什么？我看一下。OK OK， 好，好，好哦，好，跟这个直播真的，没有词穷，我真的没有词。Hi Manson， 因为就是毕竟还是要来一点仪式感，所以来你看，我自己有切了一块。就是我今天 PO 的那个蛋糕，然后我就是把它切一小块，想说跟大家一边吃一边播这样。没有啦，我不会自己聊到结束了，还是大家想要先，我就直接跟艺人朋友直播这样子。但是我想说，什么很假那边。好，那因为他最多直播就可以开那个四个人，对不对？然后我知道黄伟晋等一下有一个工作结束，他才会加入。然后我不知道陈芸汐在不在，我知道林芸汐在了。然后唐，其实好像不一定要跟艺人，我觉得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就是跟我一起参，因为反正四人直播，我之前也没有那个，我没有太久出来走掉。烦死了！唱歌，今天唱歌不可能是谁？好，那我就先就是，我还想说啊，我就先祝自己生日快乐，然后自己在那边吃。好了，没事啊，我先吃一口，慢慢的让大家加入直播，好不好？我看我经纪人如果现在我在看，他可能会想杀我，因为其实他真的很 care 我的身材。但我想说，反正我今天30，我自己要干嘛？我自己做决定，不要管我。对，就是我可以叫人家加入直播，然后，怎么酸酸的？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草莓口味？好啦，那我就邀大家上来，然后上来的人，好吧，我看你们要给我什么生日的祝福。然后如果你们聊太烂，我就把你们赶下去。看一下哦。Send invites。我妹也在欸。等一下可以让你们看我亲妹妹的那个，就是真实的长相，没有坏掉啦，不是啦，就是没有啦，因为她有一个那种就是蓝莓酸梅的那种口味这样。好，那个谁帮我 Q 一下？没有妹，那个艾丽，我今天没化妆，怎么办啊？怎么用？烦死！好，来，我先来 Q 一下大家，我先一个一个，先一个一个来好了。不是啦，你们要加直播可不可以举手啦？找得很累耶。啦啦啦啦啦！我要自己邀哦，我要自己邀。好，来，我们来再看一下哈，来，我们再看还有谁哈？不是这几千多人，我要怎么邀啦？烦死了！在那边一个人在那边大 murmur。好，我觉得我真的要先邀一个人跟我上来，不然我真的，很卡吗？应该还好吧，我怕我真的有点太尬。有了，我有邀了，我有邀了吗？因为我还要刷你们的留言才能邀。有吗？有吗？有被我邀到的人？哦，不卡，OK。陈芸汐说他不是要上线吗？然后黄伟晋可能要等一下。然后，你们有看到我邀？你们有看到我邀你们吗？还是其实没有？
你要上来，你是不是要那个啊？哦，因为我嗨，嗨，声音是哭？啊？什么？你的声音从我的手机那边出来，什么意思？就是他没有从我这边进来。咦，是哦。我不知道，我也是老人家，我对这超级不熟。等一下，建堂呢？建堂呢？不好意思，离席。我是我的，我手机怎么？建堂呢？建堂好像，你有邀请建堂吗？建堂好像，他说他的那个 app 不是最新的。燕柔中说他也要啦，邀请他。烦嘞、欸，我的。嗨，好久不见！你好意思哦？还有叶星辰，还有吴问芳，为什么你都有看到？我看到啦、啊。这最多是不是？我为什么不好意思？哎，吴问芳说你跟他视讯就这么邋遢，然后跟我就这么漂亮，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不是，我跟视讯也是这个样子，只是那个 IG 的滤镜比较好看。哦，等一下哦，刷一下那个留言。嗨，哎，叶若中，你怎么没有穿红色？你有没有在专注？你有没有专注在你的之后的比赛上？对啊。哎呦，哎，唐，你的那个。唐，你的那个 app 好像不是最新还是什么的？不是最新的就不能。祝你生日快乐！你也30岁啦！你也有今天呐、啊！超北蓝，你们这两个比我先老的女人，好意思在那边？好，这个我真的没办法说什么，因为我是里面年纪最大的。好，不然我觉得趁现在我邀那个星辰，没有，我觉得还是邀谁？叶星辰在啊。对对对，叶星辰，你可不可以 say？ 哎、欸，你们听声音是这里的声音还是？哎，好，嗨，嗨。你是你生日快乐，你也有今天啊！不是我邀你们上来是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你们的。怎样？你要问什么？身为真的已经，身为真的已经奔三的老女人们，你们突然冒你真的，你真的讲话不要这样讲。好，算喝啦喝。好，真的好喝。太过分！请问有什么事？你们真的到三开头之后，你们真的有觉得有什么差吗？对我来说真的没有差、欸，我觉得谁先差、欸？我们这边年纪最、啊、年纪最大的是我。对，可是好，等一下，我老实说，我真的很喜欢25岁过后的自己。啊，30岁过后的自己，哦，25岁有点久远了吧？对啊，我说你25岁，对，25岁，我其实也想不起来。好，30岁的自己，然后好，但是你差不多34岁之后就开始有点害怕。我帮你是算了一下，你34岁了，好可怕哦！我不敢说话。这群人真的不太爱聊天呢、欸。因为这不遑多让，你也讲一下，怎样？你是第二的，你也32岁了，你二岁，叶星辰比我小、哦，
废话。刚满，你才三十啊？刚满，今年刚满。我下个月31。对对对，哎，哦，对对对，好蜡烛，大家说吧。顺便，超顺便。我也是才刚32啊。哦，对啊，哦，那我也才刚34啊，奇怪，没有，你已经34很久了，你是34最久的，对，一岁的好不好？那个先那个，啊，那我问方你什么意思啊？对，然后我老女人，怎样？嗯，说没有，然后你有重力觉得有差吗？你说什么有差吗？就是三开头之后啊，我觉得好像体力吧，出老有点出老，刚刚是不是有点出老？我是从小就出老，林雨欣认识我的时候就出老了吧？我说我，啊，是，感觉你们没。啊，叶星辰更没差吧？哎、欸，但我发现我30岁之后看镜子，觉得自己觉得就是跟以前长得不太一样，你变得就胶原蛋白没了。但是我觉得蛮好看的，就是我觉得30岁的女人就是要有这种自信，没错。我是说真的，就是你发现你自己，跟以前好像真的长得。不太一样，你再回去看以前的照片，你就会觉得，完全不同的样子，我不知道，我自己看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以前已经觉得那个阶段，应该是最美的时候，结果你再回去看，没有，反而是比较美这样子。而且我觉得现在更怎么样，更了解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啊，跟以前不同啊，我也觉得，其实我29快要到30这，我29这一年。我觉得就蛮明显的，我觉得蛮开心的、然后我们看一下燕柔中是不是要把他踢出去，因为网络超卡。他这个动作已经很久了，这个是吗？而且刚刚薛还在说，等一下那个燕柔中网络就会卡卡、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因为网络就超卡超卡。好，燕，我是楼下这个在喷爱心啊。对啊，因为他们粉丝会就是帮我们按爱心，然后如果。好像一直按爱心就会卡卡的，所以刚刚有分、一直按爱心，所以要在这里跟大家说不要按爱心是吗？对，就是停止对我们的爱，就是不要用这个爱心，就是用就是心理感应给我们这样就好了。这样有人说柔中每次都很卡，他是怎样网络？因为柔中已经滚出去，可不可以把他踢出去啊？我可以把他踢出去啊？你是开的人，应该可以吧？你们是不是都很不熟直播？我超少直播，30岁之后不要再不熟这种年轻人的东西了，真的是。等一下，叶有忠先滚，你叶有忠你自己退掉好不好？好，完美。他退了啦，你退他还是他退了？没有，他应该自己退的。建堂，所以真的建堂上不来哦，烦哦。啊，我那为什么好可惜哦？你要不要更新一下，还是直接换手机啊？是吗？是因为糖没更新吗？我有点不太……有啊，还是是伟静啊？谁？糖变态啊！糖，你应该不会很卡吧？不会啊，糖还好啊。糖比你还清楚还是因为你滤镜关系啊？糖比我清楚，不行，我要先选一个滤镜。我这个滤镜超好用，你们赶快用我这个，你看，哇，我这个气色看起来有够棒的。你的是你的那个吗？啊，还是我用的？我做的那个、我就可以。好，先不要。什么意思？可是，我现在不啊，可以怎样？你的那个，你的是猫猫的啊？有一个我的，这个、这个，一个牙齿的。这个、这个没加，这是很多爱心的，这是喷爱心，另外喷爱心的，我用这个、爱心可以了。叶星今天是自信时，他不是今天，他每天都是。为什么？他素颜超美差，他素颜超可爱。他是素颜啊？对啊，他像素颜啊，超可爱。
现在是换唐在有眉毛而已吧？没有啊，我在听你们讲话。可是唐现在是很像是很模糊的颗粒状，哎、欸，真的吗？哎、欸，我他刚刚进来的时候很清楚，我没有吧？你没有，你没有，你还好？我现在还是很颗粒吗？你是绿镜的你现在很颗粒，这个闪亮亮。因为有时候你去把你的手机，对你可能去换手机，对。我把滤镜关掉了、欸。好了，用这个好了。好，哎、欸，那我觉得，哎、欸，你们加入我直播没有跟我讲什么？是不是？那不是有啊？是快乐的。对啊，不是。对啊。我快乐笑怎样？哎、欸，不是，你们再来讲一下话吧。要求会不会太多啊？啊，就生日就准生日快乐。对啊，好了，毕竟你还要见面，好，这两位都不要逃。对啊，我哎、欸、还要，有人还威胁说等那个等疫情趋缓的时候，要给他一个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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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surprise 这样。他昨天跟我说，就是我是说不好意思哦，就是这次生日不能请你吃饭，然后他说没事啊，之后还是可以请。本来想说怎么放过你们吧，怎么可能放过？我因为我想要你们展现这个心意，所以觉得你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会准备好 ，ready。好来，你现在生日，你今年生日有什么愿望？我就希望我那个、啊、我的台北女子途径给我好好拍完、啊，停拍，超担心会拍，我也停拍啊，我也停拍啊。哦，对，哦、对可是你可以讲啦、啊，我们可以讲吗？我们可以说，我们就停拍中，所以所有人都从离岛回来这样子。对，就是20号那一天，好像当地他们就。自行就是说船是最后一班，然后都撤回来这样。哦，难怪刚刚北村导演也在直播，对对对，他每天都直播，他现在在卖便当为生。真的啦，卖便当继续这样子，对啊。可是应该快了吧？我觉得希望啦，真的希望。希望可以赶得上叶星辰的实体现身。怎么可以吗？我不知道、没有，这个时候就要靠六月的寿星一直在许这个愿望，就是集气、okay. 然后气行这样子。六月寿星就靠你集气，疫情趋缓。我的愿望都许在疫情趋缓不好，很棒，你很完美，完美结束后这样，我都是这样去，然后哎、好像没有给钱，什么意思？好了，因为我跟你说我加不进来。陈雨希在干嘛？不知道。哎，我觉得他是不是睡着了？啊，这么早吗？他这么早睡哦？不然哦，不然就是因为我明天要小组，他要带我们讲那个、那个经文，所以他我觉得他。然后我有说，就是大，那你怎么在这？你是帮个忙？我就比较是说，我生日不要叫我干嘛，我要直播。哦，哎、欸，其实你分享一下你防疫生活在干嘛好了，因为他除了在家就是在家、啊。对呀、啊，还好吧。他又不是像叶星辰会做菜，他就是在家，然后叫外卖。对，你都在干嘛？像我都在运动，然后煮菜，然后打电动，就这样，差不多是这样。好丰富哦！你那个运动颜色可以这么多啊！我想，欸、我已经精疲力竭，我觉得我衣橱没了。没了吧？你还有别的颜色吗？大概还可以再撑个3-4天。你很夸张哎！其实叶星辰可以带大家运动哎、欸。其实你可以开林志远直，你干嘛不跟林志远直播运动啊？然后就带，
哎，我还有卡吗？还有响吗？还好，我蛮想的，不然每天收工回家就只能废在那，没有人一起运动，没有动力。没有，重点是林云熙你也超忙的，好不好？在那边，好吧，我们现在演，你是很忙，你每天都在那边拍。对啊，你有空吗？有，只要你们开了，我就有开了就有空。等一下，林氏，你要说什么？啊，没有，我说表演一下那段。哪段？哦，好，那你打我，我蹲。我在下面吗？我在哪里啊？你在我现在在，哎、欸，是啊，我看是在下面哎、欸，哎、欸、是哦，哎、欸、林思雨，陈雨欣是真的睡着是不是啊？我不知道，还是帮我 cue 他一下，没关系，但是 I don't care， 是吗？我觉得你应该很在意吧？没有，我真的不 care，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要忙，而且昨天，而且真的有我们这些后宫佳丽，对他来说还是够忙。严正兰，严正兰呢？哎，严正兰对耶，哎，他人呢？他没那么早睡吧？严正兰，我看到很多人说没有啦。去年是我们三，去年是我们四个哎。嗯、啊，对啊，就是你们四个去你们那个去那个什么玩哎。直播吗？玩鱼，玩鱼，对玩鱼直播。对，玩鱼直播。唐，你那个 WiFi 要不要弄一下？什么东西？唐，你又被格子了。唐超卡，超卡，唐这个脸停住。好，直接退、啊，是你退还是他退？他退，我好像不能退人。这里有一个直播，其实不知道怎么退。其实，哎，你们可以自己退吗？不行，对不对？一定要我。他就退啦。哦，按叉他就退，是不是？哎，可是我按你们叉不行啊。啊，你可以按人家叉哦。我不知道。好像没有哎、欸，好像不行哎、欸嗯。宇宙怎么那么漂亮 ？OK OK。再念啊，念多一点。你们看到？看到我把一个问题丢出来吗？看不到。欸、现在这样真的、欸，你看得到一个？没有，看不到。可能是我们在这个上面，嗯，挡住那个下面的那一把吧。因为这对啊，最下面有一个就是 Q&A 的问题，我丢出来，没有吗？我知道看不到，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哦，呀。那粉丝你们看得到？哎、欸，没有粉丝看得到啊！你们怎么会看不到？啊、我们就看不到，看不到啊！我们看不到，没有啊！我们现在是上面留言两个这样哎、欸啊，然后留言处有一个我的那个最顶的祝福，最喜欢谁给你的祝福？没啊，就没有，就真的没有。我就看到30岁的第一天，对我也只有看到30岁的第一天。天，你们怎么能跟我一起看这个问题回答、啊？怎样？没关系，粉丝念啊，他们两个看不到。对啊，一起直播应该看不到。哦，可能一起直播看不到。好，我这边帮你念。星星好漂亮，星星的手链哪里买？啊，手链？那只吗？这是绑头发的东西。这也是绑头发的东西。手链，然后这是手表。我看一下哦，但是还在，哎、欸，他退掉哎、欸。哦，因为对，因为他刚刚蛮短的。没有，我觉得他退掉，我们才可以找别人。嗯，没有，但你们，你随时要。严正兰啦，找严正兰啦，他人呢、欸？他根本没加在这个直播，他就没办法上来哈。还是的。而且你现在。啊！所以跳出什么？我是不是先跳出去咪他？哎呀，我用，我用别的是不是？我想一下，我用什么可以敲他？对，那个好，反正林云熙现在卡到退，我们就先不要理他。然后，对啊，小爷，你看我也想说，为什么他们今天看不到？
可能出去再进来就会有留言。OK, maybe. 哎，他说请你们往左往右滑，哎，会不会就往左？置顶的 QA 没有东西可以滑啦，没有东西可以滑。好，那就当然我们不要逼他。然后，哎，燕柔说你一直没办法直播哦，有些人更新就可以看到问题。OK OK, 那可能没关系。哦，真是我没更新哦。Maybe low. 星星下一部戏，嗯，下一部戏叫做《绿岛惊魂》，但现在停拍中。Yeah. 好，全世界停拍，完美。Yeah. 然后，好，最喜欢谁的祝福？其实我觉得都蛮喜欢。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昨天在那个狼人嫌疑，就哦，反正就是一个手游，再把它讲出来。哎、欸，好可爱哦，很可爱，对不对？真的，我也好可爱哦。然后重点是我们其实塞蛮久，然后我就觉得好了，演不下去了啦。然后我还以为结果是塞的，没有，真的。但后来就是。大家一幕录影都没录到，所以我们就要再演一次。好，那这个问题我回答完了。然后有问题吗？回了。然后哎，陈雨希来了，是不是？陈雨希问，不知道忙啥，等一下直接抢爆他。忙屁啊，现在还来什么意思啊？不是，因为我们在另外一个。对，那个哎呦，我们直接在那边聊很多东西啦。那个，好，等一下你自己去看群组太多东西，所以我想说，我先回一下群组的东西。我在想说，那边应该有人跟吧？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他们还在解决那件事情，还在啊，现在大家还在讨论。那你叫他现在没事上来嘞？还是他很有事？他现在在路边，就是因为他现在不知道，对，就是后续的状况。所以他还在等。好，所以他有说他可能会上来吗？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他现在就是两派说法这样子。两派说法，那关我这个直播什么事？有这个直播的事吗？没有，但大家都还在担心，就还在担心他的问题，所以想说他们还在那个群组解决问题。好啦好啦，那你在忙刚刚那件事情吗？你？你就在忙刚刚那个事情吗？对啊，对啊，刚刚在跟他们聊啊。Oh, OK， 然后 okay. 然后只是因为群组很多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嘛，然后他们就说，就有一个女生说，哇，怎么办？都还没有办法那个先来看你的直播，因为这样你今天生日有一个直播。我说没关系，我先上去听他，所以我就先离开，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是一直在聊，因为我没有关那个讯息通知，所以现在我在跟你讲的时候，就是他们会一直有。哦，对，好，反正懒人包一下，我跟陈雨希，然后我们工作人员有一个共同群，然后我们讲一些别的事情，就这样。对，好懒。好，稍微讲一下。好，哎、啊，你看还没讲完吗？那个就是录那个狼人嫌疑的影片，你知道昨天叶先生，你知道我们昨天录那影片的时候有多好笑？我们光录那个影片就录了一个小时，超太夸张了吧？还一局游戏只要15分钟，15分钟不到吧？有时候10分钟结束，然后我们为了录那个，我们录了，哎、欸，嗨，我们为了录那个，一直他。本流每一个人要录嘛，就是那个荧幕姐，就是荧幕录。哎、欸，怎么没有邀我？我也要录啊。没有，因为那时候好像你在上啊，不然原本就要满了，人满了。对，不然就原本要邀你。然后反正那时候我们就是谁，就是大家录，不是就是一下就是如果我录，然后就没有我的声音，不然就是那个人录，然后没有大家对话声音，反正就很乱。不然就是那个人录，然后。什么就是会有解任务嘛，然后解任务挡到死死这样，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说，然后反正就这样。但是录出来很可爱，嗯，好可爱，好可爱的。而且我为了不要让大家听到我们真实在讲什么，我就故意放快一点，因为我怕大家听得太快。快版了可以去吗？这么快，请问大家听得懂吗？又想说这么快，谁听得懂啊？不要，我就怕我的愿望很，我的愿望很不是我怕太私人，
太 personal 了。那你应该愿望那边就不要放吧？对啊，把它剪掉不就好了？对啊，把愿望就不要上就好了。为什么就快一点？那愿望讲的有点白烂了，但我觉得还好了。因为我就是愿望就是祝福在场的人，然后我就说其他人都去。哎、欸，这团变很多人呢、欸，刚才才1600哎、欸。跟你一样，哇，我们就只了2000多，谢谢，谢谢。好巧，没有，没有啦，在你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就快要3000了啦。你来就2000多。吓到我来到就反而退了。他没有上线，好，我先下线的。那你刚刚是打完篮球吗？对啊，我刚运动。现在是在篮球。没有，因为都没有运动，我觉得要穿着运动服来提醒自己说，好，我明天要运动，然后就一天拖过一天的。可是你没运动，哎、欸，其实又是这，你觉得每天运动还是有差吗？每天。真的有差哎、欸，至少就不用一直躺着而已。哎、欸，等一下，我想要问一下，你们疫情期间大家都有在家里运动吗？我就每天啊，每天你每天，我每天，嗯，你眼神飘，你是不是有一天偷了？我就每天啊，我每一天都运动，到现在，从我20号回来的每一天，我没有一天运动哎、欸。可是你的运动，我运动的话，躺在那边一直吃很。废耶、欸！我有滚筒啊，就是滚筒，觉得好像身体会比较放松。因为陈雨希是推滚筒，但你不一定要运动的人。对，我推滚筒，我推饮食，想要减肥的人，好不好？好好吃东西，尤其是减肥人，归属感，归属感听起来，他营养他是有都有在面交代大家怎么吃，好不好？对，而且。刚刚七七说瘦的人讲没运动真是该死，真的是。哎、哦欸，对耶，我刚刚还在想说那个 CC 怎么 CC Link 怎么还没上来？现在上来的是因为你上线，他就得上你们那个地位，上吧。我呢？想啊，哎、欸，所以是你卡嘞？啊？什么东西？你有点卡，对吧？我没有听错吧？他有讲话有点卡。稍微，现在还有吗？现在好，哎、欸，通了，但这个楼下又卡了。卡叶荣中，给我出去！但叶荣中是整个是停滞的，他在画圈圈呢。对，叶荣中，不好意思，你可以自己退出吗？我们要把林允先加进来。而且你当时很好笑，因为昨天我们不是在录那个狼人那个影片生日祝福影片吗？然后反正在录的时候就在问寿星说。哎，寿星，你会介意就是那个一定要跨12点吗？什么什么的。如果你会介意的话，那我们就晚点玩，然后就直接跨12点，然后跨12点之后，我们再来唱那个生日快乐歌这样子。然后反正后来就是因为一开始就先套一下话嘛，因为不知道他到底 O 不 OK。然后反正后来讲，然后我们就上线。然后反正后来玩一玩之后，他就说：“哎，真的真的不要玩太久，我怕我等一下会有电话进来，我怕我多点话要来，他会很忙，还要回去，对对，他说要来。”就是要给我惊喜视讯电话，然后所以你们大家真的不要打扰我太多时间，这样子我可能要按哇，然后就后来我就想说好，然后就反正我们就很准点，就是12点之前就先让他走了这样子，然后想说好，来我来打看看看我会拦到谁的电话，然后我就12点整打，我就说嗨，我说怎么样，有人要打进来吗？就说他这样一直滑，哎、欸，真的没有哎、欸。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了？到了12点半，然后才勉勉强强 CC Link 出现了。我吓到，哎、欸，我吓到，怎么没有人要来抢视讯头像？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防疫期间没有在姐妹身边。加，我加他了，加他了，哦，我加他了。然后再加一次，他再加一次，再加一次，再加一次。哦、然后因为就是。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大家现在根本就没有 care 那么 care 抢那个十二点，好不好？哎、欸，不是，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讲，只有他很 care 而已。对啊，哎，小 KTC 来，你发言来，怎么样？等一下，不是，因为我一直觉得第一个要让给你，好吗？你看，让你，那就让你，让你，让你，你说你让，
所以我人一直在 IG 里面在打文字，然后想说好，这时候应该他很忙 ，OK， 我先退，我先退位。我你知道小三总是会比较的吃大题，所以想说算了。你说小可以吗？可以吗，大姐？很吃大题，我觉得很棒吧，对不对？但是他吃哪一餐啊，寿星？不是，因为我想说，就有一个仪式，我就是播一半我的大，我大大家一起，超大一盘的，真的超大哎！哎，我要看内馅，你吃什么口味？直接吃一半，巧克力口味，口味巧克力口味，香草啊，里面是香草，然后跟蓝莓馅呢、啊，嗯，会不会太咸？唐说让很呛哎、欸、哎、欸，唐说让很呛哦，这样子不行、哦，让很呛是不是？让超呛，让你，我让，我让你。好了，叶先生有点尬笑了，他想说这个局他先不要加入。没事啦，我就传传讯息就好了啊。我这种人就是这样，我都置身事外。因为我知道，知道叶先生已经是这一类人物，我已经也觉得没什么好要，还要期待的实体见。嗯，啊。见啦，怎么好了？大家都在期待伪男友出现，但是比较急，好不好？给他一点时间。伪男友，哎、欸，来，我又一个留言置顶了，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没有，这下没有就看不到。画一幅啊？哎、欸，我看到有一个什么星星，星星可以画一幅画给宇宙吗？问题，我看到问题了。哎、欸，我知道了，叶星想要出。叶先生要出去进来才可以看到，因为你们都是出去进来才看到的，是吗？哦，那我先关掉。哎、欸，然后他就忽略我那一幅画，我本来想说 Q 他，所以画一幅画给他，那好，那我出去。他直接出，什么意思？直接出去。哎、欸，大姐，我好想你哦。哎、欸，我超久没看到陈雨希耶。对啊，超久的。我们本来就很久没有，因为你一直在拍啊、哦，一直跟我说要约吃饭、哦，一直说要约吃饭，就出一张嘴，出一张嘴的，出一张嘴。不是，我跟你说，有人在这中间挡，他一直说你们俩要约吃饭不准。他说你们俩怎么可以挡？他说你们俩怎么可以凑在一起不准？哈？你看他像是皱眉头。没有，我在看，他在看。我没有挡了，反正你们两个自己也约不到，连挡都不用挡，好不好？宇宙与他的后宫们，跟那什么时候能正式洗白？怎么正式？我不知道，先写的啊。什么什么哪里？就是粉丝说千娜什么时候可以正式洗白啊？真的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哦，陈宇轩，陈宇轩几点要睡啊？我你要睡了？没有啦，我没那么早，大概12点多1点吧。嗯、真的假的？对啊。那怎么？你现在看留言那边还 OK 吼？我现在看留言这边怎么了？可以啊，我看得到，蛮清楚的啊，蛮清楚的。他们还 OK 吗？他们就是疯狂在对话。哦，还在对话，好。哎，他开始 Q 严正兰，没事，我们就放过严正兰啦。他就不是走着挂的，严正兰没有回啊，就是他在弄他的人类图的功课啦。哦，现在哦，这最近在弄啊，没有，因为之前他就是都在拍戏嘛，所以他没有时间做他的功课啊。嗯，我们这边三个也有在跟严正兰密切联络，应该是陈雨希，因为我们昨天。才通完电话，所以我很正好很清楚他最近在忙什么。Why 你们啊？没有，正好聊天聊到，然后反正就通电话，然后反正他就说他在做人类图作业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哦，那你做完，因为他做100个，他说他现在才做了10。他的功课是100个人类图。对对，100个分析100个人类图，然后他就说一个，因为他更进阶了嘛，所以我就说好啊，那不然你做我的、啊、这样子。他说好啊，好啊。嗯，做了我的之后，然后又打算来跟我聊天，就是做完我看完之后，他就说：“哎，那跟你聊一下你的感想啊什么。”就这好像也算是他的一个作业吧。嗯、反正聊一聊就聊起来，所以就知道他最近。陈燕玉说：“林思雨跟陈雨希是在同一个季节。”是
里面是小，你们大家不要脱啊！你是不是家里开冷气啊？我开冷气啊。哦，因为我开电风扇嘛，所以不用脱啦，不要30岁就脱衣服好不好？哇脱啊啊！快点脱！我不要，我怕人数下降。OK 啊，哦，真的真的会下降。像现在人数在，哎、欸，好，对，在整，好不好？现在开始慢慢。啊、我看到有人说脱了不好看，对，有人说脱了不好看，蓝色水玲珑。好啦，他真的不适合许愿啊，我理解了，可以理解。最近有追什么剧吗？哎、欸，你们最近有追什么剧？我有追那个《第二声铃响》，超好看哦。我看了一集，我先看了一集而已。欸、天哪，哎、欸，我整个是他前五集，哎、欸，前我一次追完前五集，因为他总共才八集，但是他一集一个小时。我是一次想一次追完剧，可是我没有时间。超好看的，他每个 ending 都 end 得很好哎、欸，是超好看。好，我觉得那我好好好，有时间我会把它追完。真的要看，我觉得好好看。好，几集啊？八集而已，八集。他刚好在讲，刚、欸、有人问，大家一直在推那个、欸好好，等一下大家一直在推如蝶，哎、欸，是如蝶翩翩吗？哦，如蝶翩翩我有看，我看到第怎么样？看到第八集超好看，我看到第八。很好看、欸，而且你有爆哭吗？因为我听到都是会哭的。我第一集就哭了，真假的？我第一集就哭了，我应该也会。集有啊，第一集有哭点啊。找时间可以看一下《如蝶翩翩》跟《第二声铃响》。好，《如蝶翩翩》可以，《如蝶翩翩》还《如蝶翩翩》还不错，真的还不错，还不错，真的蛮好看。就是压倒性胜利，真的是压胜利，太好看了。编剧也写得好，然后演员又演得很好。因为就是演员，我觉得这部戏很好看，是因为你不看到最后，你会猜不到到底谁是坏、嗯。因为大家都有点亦正亦邪，亦正亦邪，就每一集的 ending 都会有点翻，就会觉得哎、欸、靠，我原本很相信他，该不会不是他吧？你刚什么灯火？没有，哦、oh, ，看。因为我被当私下聊了，哎、欸，我真的在当私下聊，太放松了，是不是？太放松了，没事，我私下也就这样子，还好吧？对啊，没事，因为他在 podcast 也会骂，好吧，根本没差。哦，对，而且我还有收到，就是粉丝就是私讯我说，雨欣姐姐，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好。会骂话吗？我骂靠，靠不行吗？对。就有粉丝是他觉得这样是一个 很不好的那个、没有，我觉得是你行啊，我们可以，没有你的形象，就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有太放松，对，好好就这样，然后就还是继续，而且还在2000多人的地方骂，但没事，我们挺你，我们帮你骂回去，嗯，没事，我刚才就是那个、嗯、就是对对。好解释，好有啦，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有在互相说什么，有看遗物啊，看火神、啊，哦，这应该是最近大家都玩的遗物，我也有看吗？嗯，对，哎、欸，然后行哎，进去遗物，遗物也还没看，没看的。哎、欸，转学生我有点不喜啊，就转学生啊，就是他就是竞技女孩啊，哦，他是翻译不一样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我。哦我是看前面而已，我也是看前面，然后想说啊，就这个我有点不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红？但女生蛮好的啦。还是我们试查一下这个泰国，对，我觉得他还不错。台湾只是语助词，语助词，语助词。OK， 好好念哈，亲爱的小洁癖。现在小洁癖是不是刘以豪啊？对，豪哥。哦、oh, ，OK OK， 嗯，对啊，我好像只因为我觉得哇，现在大家追剧都追好快，我都追不上大家。我的青春没在怕，还没看完，赶快要追，重追啦！哎、欸，有人问那个王牌要不要出第二季？有没有啊？那个不是问我吧？我怎么知道？对啊，
吧？不知道问什么，问到身材吧。有人问说那个，哦，有人问说归属感库存有很多吗？快没了，快没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要不要线上远端。远端啊，可以啊，远端。跟我们说，有可能会用远端的方式录 podcast。对，嗯，因为真的，我跟陈学也是很久没见，所以我觉得远端不知道大人不能吃啊，所以就试试看哈。因为我那边设备没那么，不知道那个音质会不会落差太大。对呀、啊。对，设备，嗯，就如果要远端的话，可能就两个人都要用手机试试看看，那个会不会好一点点？感觉应该要准备专业的麦克风、嗯，如果是远端的话。对，不然的音质，因为网络很容易累格，你们就是要两边一起录吧，同时录。没有，因为我们是一组的，所以我是不用担心累格的这个东西，我只是担心整个把它剪出来之后，那个音质落差太大。就是前面音质太好，然后现在还好这样子。哎、欸，我要补看《机智医生生活》，好好看啊！好了，那过了。好没有，因为他有在看《机智医生生活》，就回应一下他。Sony 回应一下。有人说转学生真的很还好，但也有人说《经济女孩》超好看。对啊，我有喜好啦，我觉得。对啊，我就很喜欢。超好看，想说哇塞，好，那我去看一下，就好像跟我好像期待太高。对啊，我觉得是因为他可能突然升了一个第一名，然后就大家都觉得哇，他一定蛮炸，或是对。但我觉得他探讨的议题是好的啦，只是我觉得那个就是爽片啦。对啊，就是耶呀呀呀！这有什么目标？哎，你们30岁许下的目标现在有实现吗？我30岁许的愿望哎、欸，我没有。完蛋，我愿望？因为先生，我帮你先太遥远，我真的不记得了。不要用遥远这两个字好不好？不要这么轻易。对啊，什么、啊？而且在两你的35岁生日怎样啦？还很久啦，不要吵。对啊，你好烦哦、喔。陈雨希就是哦，啊，三吗？陈雨希是2周后30，三十什么？33岁生日。他在那边跟我讲说，就是他还帮我多加1岁耶、嗯！你看这个人，为什么帮你算虚？他以为你虚岁哦，算虚岁是真的有、欸、不是？没有，我想要问大家是不是过完30之后？就是会开始有点，哎、欸，我是31还是32？哎、欸，我是33还是34？哎、欸，还是我这样想，就是我还好啊，我还好哎、欸，还好。可是我是26岁过后，那时候去试镜有没有？然后那时候我已经28岁了，我还写自己26岁，因为我真的已经忘记我自己几岁。哎、欸，等一下，最近那个突然问到，我真的也会忘记，真的。对，我也是，我忘记自己几岁。我真的会忘记，对，超可怕。我觉得岁数还好，我觉得最恐怖的是你谎报你的体重的时候，你会一直相信你是那个体重。当你站在真的体重机上，怎么是那个体重？哎、欸，等一下，你自己就常干这种事情，不然怎么就不要？那经验吧，我真的谎报，然后我就想说，好，去健身房重量体重哦。嗯，体重下降呀。而且想说跟差太多了吧，就吓死了。然后这个我突然想到，因为我已经很就是之前很久没有量体重了，然后反正因为我后来就变比较瘦嘛，然后我就一直报之前的体重，然后我是到很后来我量了之后才发现，哎、欸，我好像瘦了，但我就是会下意识的每一次报我都还是写以前的体重，拽屁啊！这是炫耀吗？对呀，这是炫耀吗？我们该接什么？我们该说真的假的？恭喜瘦了，恭喜屁呀！哎、欸，这个跟我刚刚那个落差太了，就是被自己又吓到，跟着哎瘦了、哦、但我还是写那个谎报比较胖的体重，对，没屁呀，什么意思啊？你都没有谎报体重吗？我好像
我没有哎、欸，因为官方，反正我就是写最重的时候。林翠都在报一些官方体重啦，可能报一些43啊这种，一骗人的体重这样。然后看到本人43就是我们看青少年时期的体重吧，43现在已经够了，真的不行，真的不行。43就跟我因为我那个时候也一样，好遥远啊，当然不行啦。我觉得当时被我们这种我们在那边聊年纪跟体重的话题心有戚戚焉。对啊，我们这个群好像一个年纪，我不要。哎，你已经加入了，抱歉，你脚已经踏进去了。我再也不能呛你们说你们是三开头的老女人，完蛋。对啊，你加入哎、欸，完蛋了。那还有什么可以唱？没有了，跟你们之间没了吗？不也还好啊，继续唱。没有，跟你们最大差别是体重的差别，一个分水岭。哎、欸，有人说大龄女子，七七超烦的。怎么了，星？七七说大龄女子图鉴。对啊，大龄女子图鉴。哎、欸，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女子图鉴真的哎、欸，没事好。怎样？怎么样？怎么样？讲啊讲啊讲啊！好想听你讲完哦。谁？闫妮姐姐的是谁？快，闫妮姐姐的是谁？不要，我有说我姐姐吗？你尊重一点。嗯。不吃便当，吃无糖优格哦，我不行。但他们其他人应该可以。讲过他，我就跟他说，哎、欸，如果有一个减肥方法，就是你只要吃无糖优格就可以瘦，你要不要吃？一个月，我就开玩笑，很浮夸说，一个月如果可以瘦3公斤，只吃无糖优格早餐，你要不要吃？我说早餐而已嘛，对不对？早餐而已。安哦，他就说他不要。没有什么 OK 吧，很简单吧。对啊，早餐超容易达到的、欸。对啊，但他真的太讨厌优格了，没办法，救不了他。哦，对了，优格冰淇淋，优格冰淇淋棒，好不好？宇宙戴眼镜，对他点认不出来，他很常戴眼镜哎、欸。我戴眼镜认不出来，我会想你们应该不是我铁粉吧？有人在问你30岁有什么目标，你不讲一下？哦，没有，我就是回答这个。我要回答的时候就被话题又被拉走。我就你们设的好好好，你回答，你先回答。当然先回答我吗、嗯？你们干嘛一副很像要欺负妹妹的样子？对、欸，有人发晚餐讲是你都几岁了？2个月瘦10公斤哦，晚餐2个月瘦10公斤，林思敏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嗯，你把你2个月前跟2个月后那个反差照私讯给我看，好笑。可是我真的不行优格，因为我真的有试过，而且我那个时候还试了一个优格的广告，重点是我还试上啊，边吃边他都吐。对啊，我就是，而且因为那个广告导演也是非常看你脸部很细微的表情，然后我都一直觉得没关系，先赚钱，然后应该可以蛮混的过去这样。然后我真的就是吃，然后我就是试了几卡之后，他就看，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很恶心？被拆穿，而且客户在吧？客户在，你还这样？啊、没有。然后我那时候因为真的从，因为在场人一定不知道我不喜欢吃嘛，我就说没有没有，可能吃太多了，没有。那我漱个口，漱个口。拿水漱个口，然后我就再重新整理一下，然后就真的要发挥那种，他现在是巧克力，他现在是巧克力，他现在是巧克力，就是说服自己，然后，反正就是很勉强过，所以我就觉得哇，就是试到那种你真的不喜欢，但是你必须赚那个钱的时候，其实还蛮考验你的感受能力的，就是你到底要赚那个钱，还是你要当天整个都很恶心？因为我真的是一吃完我就是吐哦，而且我不是说那种，就吃完哦，好吐掉，我是那种，真的，
很夸张，太夸张了。没有，因为他是不敢吃这个嘛，他不敢吃。那个抹茶跟优格一定要选的话，哎、欸，我吃抹茶，我宁愿抹茶，因为优格真的会有一个臭味啊。抹茶跟优格都是。好，谢谢你们帮我讲三十岁要吃优格。哎、欸，有不止一个人说宇宙看起来很像大，我们四个人当中。对，他们有人说你看起来最像大姐，大姐，宇宙姐，我要滑，三十四岁的赢一个三十岁的，我觉得很爽。不是，而且我哥他说米西感觉比你小六七岁哦，六七岁很夸张哎，帅，这个是不是你的铁粉啊？陈毅说：“去死！”真的是目标，不是那不能当目标啊！真的，这目标太烂了吧？只能说这是三十岁的挑战。现场，你就挑战三十岁喜欢上优格。可是为什么很重要、很严重吗？我不知道不会死，可是谁知道它是一个会瘦的东西？我觉得好烦。谢谢雨欣，看起来里面最小。雨欣吗？雨欣啊，雨欣，很棒哎，很棒。王宇出来了，不要欺负我们宇宙姐。嗯，好笑，太可爱了。好啦，你认真讲三十岁目标啦。对啊，目标讲一下啦。对啊，到明年三一的话，当然希望。空掉放空，没有，当然希望还是有戏剧作品，希望有两部戏剧作品，然后希望呢，我就这样，就这样了，先这样，先这样，然后我希望婉瑜，毕竟婉瑜在，我必须讲一下婉瑜的事。没有，其实我觉得主持跟演戏真的有时候还是会相辅相成，因为你看我。女子图鉴那时候一发布出来之后，也是关于就是直接就帮我做一个新闻，所以就是还懂，因为你看有戏剧作品要玩于这样，然后没有戏剧作品玩于还是就是他是永远都是舞台的，所以我觉得希望三十岁之后，三十岁的目标是，如果我现在有在做 ，maybe 归属也说一种哲学 podcast 嘛，然后还有一个然后也是讲哲学跟熊仁谦，然后还有玩于，然后还有作品。我希望这五个在三十岁之内可以再有一点成，就是再被更多人看到一点成绩啦。对啊，我不太认真，烦呢、欸。啊，我觉得很棒。对啊，就我们刚才先放空，先讲完了是不是？讲完了什么了？放空。金星最样，金星神奇真的蛮看起来很像美的，而且他的声音就也是。音频很高的那种，真的跟他一样哎，关于一生腿啊，无限的宇宙，当然了，一生腿，叶柔，嗯，什么？没有叶冲，就真的只能在那边跟我们对话，因为他进来真的会直接，我这么累个、啊，完全嫌直播眼泪。叶先生，你是不是也可以去参加全明星啊？你有看吗？有啊，我每集都有看啊。我觉得你很适合哎、欸。哦，对，对吧？你有什么强项可以跟我 PK 的吗？不是，我不会很多运动啊。其实我完全不擅长哎、欸。好像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运动跟健身跟什么球类跟田径好像。会把它混为一谈，就是他有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我很会，可能很会健身，但是我觉得那个跟比赛又是两回事吧。对，我懂，对啊，没事啊，毕竟叶星辰应该是 boring 的啦。叶柔中你先没关系，叶柔中没事，她是姐妹，我们这个该要叶柔没事，每个人都不同喜好，我只能这样说，不好意思。而且我也没讲，干嘛帮我承认什么、啊？莫名看谁、啊、看谁姐
看谁姐妹在那个队比较多，可能我也是比较支持的。好啦，先看那个林思雨单季啊，先林思雨真的有趣的话，再跟叶荣中说了，好吧？结果我是蓝队。那也没办法、啊，没办法。叶圣圣游泳，游泳先不要，为什么？为什么他说哦，叶圣圣不会游泳吗？游泳不是蛮强，没有到很强，就是刚学会。真的吗？你才刚学会哦？哎、欸，你感觉游泳很强？前年吧，前年刚学会游泳。对，我好像有看到你有拍一个 YT， 对不对？是你那时候拍自己频道、嗯？对啊，你看我有在 follow 哎、欸。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哦，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叶星辰，所以我就觉得天啊，他好可爱哦。然后去年你生日后宫全部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他两个人先到场，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天啊，好可爱哦，谢谢。我跟你讲，我真的超容易，我真的超容易对女生，就是不是是对我很容易。是因为我怎么觉得林玉蟹跟我讲过类似的台词？林玉蟹你很花心哎、欸，你会从林玉蟹一直在如何？嗯，哎、欸，有的时候我以为林思雨三十岁很久。Don't follow you， 你是不是直接这样用词来？是不是说？啊？啊？但我真的很花心。我真的很花心，没有，我觉得林允熙承认，允熙就是爱很会表达出来的人，所以真的有被他讲过的人，就是他表现他真的爱，不然他不会轻易讲出口。哦、啊、嗯，会不会太帮你讲话？对、嗯、啊，哎、欸，你懂我，因为有人，因为那个有人说，哎、欸，可不可以聊一下我们四个的渊源？怎么会说渊？对啊，渊源就是缘。而且我刚刚看到陈妍妍说好啦，林思雨大姐，然后林允熙二姐，叶欣辰，然后陈雨欣篮球员，好爱哟，烦死了。好，哎、欸，如果有还有人是就是新粉，还说是新粉，就是你不知道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现在来讲，大概讲一下，对，可以，嗯，你讲，嗯。我是先认识陈雨希，然后陈雨希是因为我觉得跟陈雨希不用讲了啦，就知道我们是。等一下，你先认识我，你先认识我才认识陈雨希。你跟陈雨希，我不知道哎、欸。对，因为我在没出道前，我就先在一个试镜跟他认识，因为我们在争取女主、哦、女主角，对对，女主角。派谁试上还是没试上？没有，我们两个都没有。哦，好爽。对啊，然后就、然后因为刚好那个他我们的经纪人认识我们两个、嗯，然后他就帮我们两个介绍一下这样子。嗯嗯嗯嗯，对。然后对，好，我先认识他，你不要打断我 flow。公布的是吧？好好好，因为那个不要吵，不要吵你，你先认识他的、欸。对。啥？叶荣中说你是最先认识他的，是吗？你们大家吗？他最先认识叶荣中说的、啊，哦，对对对对，哎，啊，是吗？好，哎，我忘记是因为我还没出道前，其实我就先认识林允熙跟叶荣中了。然后林允熙就是我刚刚说那个电影的试镜嘛。然后叶荣中是我们接就是拍了一个广告，我们拍了一个手机的广告，超巧。然后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念书，所以我就是拍完，然后也跟大家加完 FB 好友，我们就都闪了，然后就想说，哦、就想说，哦、好，那就是大家加好友认识一下就好。然后哎、我就直接出道了嘛，所以我就认识了那个陈雨希这样。然后那时候一系列啊女团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哎、当初认识的那两个应该也没有很红吧？等一下，谁？没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有点吓到他们两个还在演艺圈，因为我以为我只是跟他还在，他居然说永还在，对啊，啊，你看我天哪，不是我想说，应该就是大家都是拍广告什么的吧，就是我们也没在联络彼此的近况，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还有在这边
对啦，就是脸书朋友这种而已。嗯，对对对对对。然后哎，想不到就是我因为我们就继续就跟陈雨希在里面，然后之后就看到哦，好像又遇到燕柔中，然后再来就遇到林，然后、哦、原来他我在拍月春的时候，他在拍那个华吧，哎、嗯、不对，嗯嗯，他在拍《姐的时代》。对，对对对对对对，《姐的时代》那时候，对啊，对对对，嗯，好，对，反正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哎，我们都有在三立，然后我们两个就更联络上，然后燕柔中是我好像跟林允熙开始。又更密切联络的时候，我跟燕柔中又开始变更好，然后我们就三个这样子。嗯嗯、然后，哎、欸，他说星星没有要抢的意思，没有，好，我还想叶星辰，我就随缘啊，我都 OK。叶星辰真的是我最爱了，因为他真的很乖，都不会抢。怎么啦？就是点点在旁边那边待着这样子，很棒哦，乖。我也是啊，我也是啊。我从来没有跟你抢任何名分哎、欸，有他自退，他退为小三，对呀、啊。好，什么叶星辰说什么？我说西西就退为小三，自行退。啊、没有，他应该本来就是小三吧？好了，没事啦，他就是备胎。哎、欸，大家好好讲话好不好？他就是备胎，大家好好讲话好不好？我的姐妹没有一个是备胎，每一个人都在我的 生命当中位置。姐的时代啦，姐的时代。嗯，叶星辰不用讲了吧？我们叶星辰就是一起拍、啊、拍三明治女孩的逆袭。哎、欸，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要拍三明治，我们还特地约严正兰，因为我们要演。那要加进来是不是？那你要想看什么时候认识的？对，可是严正兰感觉没有要加进来，他在人类图了。他在哎、欸，他在线上吗？啊，真的吗？严正兰有吧？没有没有，我看不到啦，我看不到。是我只问，我想说，哦，没有、哦、没有 ，OK， 没有。对啊，然后你看我们就是那时候演闺蜜超紧张，就觉得好不行，要请其中一个那个中间的好友，然后把我们约出来。然后那时候约出来就蛮好的、欸，其实就聊得蛮自然的。对，就真的瞎聊。啊，我觉得很。第一天认识，聊天瞎聊啊，瞎聊啊，现在也还是。但星星就是用除毛机搭起的友情，不要这样子，被搭到几个？对我好像记得，你们很懂哎、欸。对呀、啊，哎，除毛机还他还你了没？除毛机还你了没？还我了，还我了，还我了。而且他居然还跟我说，一个月放你那，一个月放我这。我想说，哈喽，是我的吧？超理所当然。哎，这、欸、是我跟对我跟叶星辰还有一起去日本哦，我们还有一起工作。哦，那个好耶。去陈雨希出去玩次数就不用讲了啦，太多了。我们也有去日本工作啊。嗯，对对，陈雨希是哈什么？哎、欸，你刚打那个。我说我你刚那个林允熙，你刚刚讲什么？对，我说对，你们就是对，你刚星星跟那个陈雨希都有出国过耶，好，只剩我没有。OK， 好 ，Fine， 就只有你没有。Yeah， OK， 好，还是我是，我这还是我要再讲一个，就是这个议题。相、啊、反，因为没有，因为我很喜欢跟姐妹有时候探讨一些那种就是姐妹之间的议题这样子。就像如果大家有听我跟鬼、okay. 我你就会知道我跟陈雨希很常因为一些姐妹的小细节、嗯、然后我们在那边争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那我们两个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哎、欸、叶星辰累个了吧、嗯、对啊换他累个嘞换他累个。有没有是曹宇翔啊刚刚有人在问啊对啊出来。等一下因为当然我还在滑那个。留言，因为我没有想要，因为我们要错过大家的留言，所以我每次讲留言，我都会滑一下。叶星辰，你根本没电，要不要先自己出去？跟我刚刚一样的状况，是不是、欸？他真的自己出去？他出去了、欸。嗯，然后
你说姐妹那个议题吗？对，让我很有让我，你是要讲之前我们俩吵架那个吗？对，但是想说换叶柔中了。哎，叶柔中，叶柔中，你再来一次，我就封锁你。我哎、欸，我已经不在家里，我刚刚在东区，我在车上，我还可以累个。我在想是我手机有问题，那应该是因为你在移动。我没有在移动，我在路边，我是没有车顶着的。电信公司真的不行，那就不要先不要公布是哪一家，因为我知道好像是哪一家，所以我说哎哎、欸欸，电信公司不太行。你现在去，然后也不能开 WiFi， 他就在车上，他开。我现在就是用手机啊、哦，他家网络很恐怖。大家说来，我们看这验证是撑多久。好好好，现在11:27，我们看看可以撑多久。我们以10分钟为目标。哎、欸，来，哎、欸，来，哎、欸，我们四个都是基督徒。哦，不是在新西兰在那边讲这个？没有了，其实是了，哎、欸，是吧？对啊，验证人其实也是。好，当今你是好像同教会吗？对对，你们俩同教会同小组，你们两个同教会同小组，哎、欸，对，同教会同小组，哎、欸，是耶。但你、啊、你要把那话题讲完吗？我不知道这话题讲很久啊。对啊，刚刚是什么话题？姐妹议题啦，姐妹议题啊。对，其实是我怎么出国，没有跟叶柔中没有吵过架。好像跟叶柔中有点难吵起来。对啊，我们两个要吵什么？那个不是严正，那个叶他去找严正来了。对，他去找严正来了。有人说所以要开始祷告了吗？准备好了。好可爱哦！哎、欸，很妙哎、欸，就是四个基督徒哎、欸，就是大家应该都不知道吧？还是有在 follow 应该会比较知道。哎、欸，我完全这边留言没有那个、欸，哎，就是没有更新，所以我其实看不太到大家的留言。啊、对，写说、现在是要开始线上小组了吗？是不至于、欸啊。我们是线上小组、欸，哎，不是啊，是在说哦，说我们 right now 吗？对，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来32。OK， 好好来，背出来，出来。哎、欸，其实蛮多基督徒讲完呢、啊。对，你要不要把，你要不要把他、啊？他很在乎你没有跟他去日本这件事情，你要不要给他个交代？你要承诺他些什么？我吗？不是我吧？他在说你。哦，你有很在乎。我跟他去日本。我说你没有，他没有跟你去过日本，但是他跟其他人都去过日本了，所以你是不是要、哦、这件事情？吃醋的部分。我吗？因为害怕啦，你这边帮忙下。不是啦，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不是这个啦。啊，不是吗？我们讲不是那个啦。那讲什么？哎、欸，我们先聊。我在叫大家不要按爱心。哦，你要置顶啊！你要置顶，不要按爱心。欸、你现在是不是比我还会用、啊欸？有人说我不是刚大学毕业吗？说你吗？OK fine， 好，大家不要按爱心哟，不然叶柔中那个了，不然他要出去了。对，你知道为什么？就像刚刚那件事情，就是很难跟叶柔中吵起来嘛，因为他太强了，根本没办法跟他好好讲一件事情，所以没办法吵架。没有，我们刚刚其实我们是在说。因为我中 get 到应该是我都跟其他姐妹有出去玩过，可是跟林雨熙没有。但是林雨熙 care 的不是这个，哎、欸，对吧？你不是 care 这个、啊？ Oh, 对，我不是 care 这个，我是 care 被他骂，被他骂什么？骂没？没有，我们在讨，在讨论姐妹议题，就是议题，就是因为陈雨熙应该知道，我应该有跟他讲过，就是他，我们那时候说，如果他的戏杀青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Oh.知道了，哦，对对对，是这个，对，然后我就说，哦，我就可以带去台南玩啊什么，可是他就回我说，哦，没有，我在想说我要跟要去潜水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嗯，你不是之前一直说想要跟我去哪里玩，结果你一杀青的时候先跑去跟别人潜水，那我就会觉得，哎，是救我，
这样。来，因为顺序已经知道了。我那时候，你们是不是占有欲很强？我没有，只有他。只有刚满30岁的那个占有欲很强。我没有，完全没有。陈雨欣没有，陈雨欣完全没有。对，是林思雨说的。因为是你跟他很熟，是陈雨欣没有，他占有欲很强。我跟他很熟，是不是啊？我跟大姐，而且那时候我就通常听完，就是那时候只要是身边有人就是吵架或什么，我通常听完的时候，我还是会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但那时候就是我各有站脚啦，就是那时候因为就是等于说林云熙可能在这中间，他反正他几乎天天都会跟林思雨联络嘛，所以他可能有时候情绪不好或什么的时候，都是林思雨在开导他或什么的，所以林思雨可能就觉得哇，他拍戏拍了这么久，就一定很累，然后放松啊，他就已经那他之后可以跟他一起出去玩或什么的。那林云熙的第一说，哦，我就是可能会去。因为那个林思雨不会浮潜啊，不会潜嘛，那我当然会去找我之前跟我一起浮潜冲浪的朋友，类似这种。可是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我会觉得这没有什么，是因为哦，对啊，因为的确如果是这个考量的话，那的确他不会，那他当然就可以跟他朋友去。可是林思雨在意的是，哎，我一直在就是在意你的事情，然后好像常常第一时间跳出来听你讲很多事情啊或什么的，然后我也是站在一个。就是哎，如果之后等到你有休息时间，我可以陪你一起出去散散心啊，陪你好好放松一下。我觉得我好像把你摆在很前面，但是你的第一拍选择竟然不是这个，你的第一拍选择是我要去哪里？比如说我要去爬山，我就找一个会爬山的人跟我一起；我要去浮潜，我就找一个会去。但因为我跟林思雨之前是哦，我想要做什么，但是我就会问说，哎，你要不要去？我会先问，我就会问林思雨说你要不要去？就是可能我。擅长爬山，他也不擅长爬山，但我想要爬，然后我就会说，哎，那你想要爬山吗？因为我很想。但如果他拒绝我的话，我就再找别人。那因为林云熙就是他，就是一个，就是他各个都有他的那个就是群体了，就是爬山的很会爬山，爬山有一群，浮潜的有一群，然后打篮球的有一群，瑜伽的有一群，随便乱讲，随便乱讲啊。然后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你今天不应该是用这个群体来考量，你今天应该是要看以我来考量。我今天这样陪伴你，那你应该要先来想来问我。所以那时候就他因为这样，然后林思雨就不爽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就是因为我说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很小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还好。好，那我们默念，因为中3分钟把他送走。因为我说直接大泪哥哎。而且叶柔中好了，好叶柔中，而且明明是叶柔中不知道这件事，他在听，然后听到当机。叶柔中，你这段你要自己去看回放。对，就占有欲很，真的太强了。但陈雨欣，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大哭哎、欸。有啊，我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事情，我整个大笑，我就说。啊！他大哭，我说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事情，我只是说哦，有那个有人约我去兰屿了，所以我就跟他们，就是我会要去兰屿。然后他说啊，所以你的第一拍没有要跟我一起去哪里？我说啊哦，百口莫辩，没事，当成长。来，我们把叶柔中踢下去，然后换叶先生来听这件事情。叶先生。叶星辰，没有星星还在吗？叶先生一定是懂啊，他我觉得他一定是在你们那边。但是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说，就是我觉得一开始我有点，我跟他第一拍有点想错了。但是我觉得就是陈雨熙跟我聊，或是我自己想，我也觉得好了，就是真的，就是他真的自己走掉了。好，就是真的一个友情都有不一样的节奏，就可能我以前跟陈雨熙，或是我圈外。的节奏是、第一拍我们直接跟着对方就走了，就去然后可是原来有一种朋友的第一拍跟我的第一拍不一样，就是林云熙。所以他是走了，我觉得那 OK 啊。那没有，我觉得是因为我身边的姐妹们都比较独，就是我们大家都太过独立，不是那种黏腻在一起。回来了，嗨！发表一下叶星辰，叶星辰已经站边林云熙。
你有听到我刚说的那些吗？最怕我知道好不好？你也知道，你看他大声多少样。你看我要飘我的滤镜。最怕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跟你讲的？好啊，你之前跟我讲吧。你说跟林允熙跟陈允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要去哪里，但是我知道他好像很难过，在哭，是不是？我睡不好，我跟他吵架，我直接睡不好，我在哭，然后我就说奇怪，我觉得这种感觉好不舒服哦。等一下，你是不是爱上他？我怀疑他直接出柜，怎么会这样？好了，趁睡第一天嘛，我们让林允熙出柜。没有，我觉得林允熙可能很少遇到像我这种朋友，所以他可能又爱又恨吧。我觉得他因为他自己也有说，他好像生命当中没有出现像我这种朋友过，所以他可能还在适应当中。对啊，就是对我可能我身边姐妹或朋友们都会觉得，哦 ，OK， 就是你要干嘛？你可能一个工作结束，你想跟谁去，那你就去。然后等你有空的时间，我们大家凑在一起，再一起去哪里？比如说我跟吴文芳就，哦，有空是不是？好，那我们就一起去潜水，我们就去冲浪这样。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跟林思雨说，哦，我没有找你是因为我觉得你不会跟我一起住背包客房。然后他就说，怎么可能？你觉得我不会住背包客房？他是 care 的。对，然后就是。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伤到他，啊，然后我就伤到他，但还好吧，因为他，哎，还好是不是？因为我一直不是因为他想要的旅行就是要很华丽或是很舒服，他可能不会想要跟我一起去住背包客。哦，不会啦，不会，所以我当时就这样回他，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想跟你一起去？他说我也可以。然后，哎，然后我就讲不出任何一句话。我说他是不是很态度很差？我他吵，哎呀，没事啊，你们都没有看过他态度最差的。哦，你不要这样先爆料，只有我见识过，没有多差。我知道。没事啊，我真的觉得还好信主了啊，而且真的还好。开始让叶星辰也，我们这里是四个基督徒的，真的是。哎，真的。没事啦，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星星是。叶星辰算是啦，还是他算是？我好奇啦，但是我就是小时候就开始信基督教。他没有教，去没有去教会而已。对，耶嘿，哎，大家听我们那边聊，就是姐妹话题，然后已经快要十二点，我生日快过，然后哎，2000过了，真的快过了。重点是黄伟晋有要进来吗？大家都一直在问，没有啦，在忙，就是今天真的有一点忙，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很难。他完全进来下下他都不行，对不对？你要我跳出去问他吗？不然我本来想说我出去，然后让他进啊。你要不然好，那先出去也去问他一下。然后因为就快要结束了。哦、oh, ，OK。嗯，因为好像有一个出去，我才能够看现在线上还有谁要加进来。我刚刚是有跳眼战，可是他没回我。没事啦，就大家友情就先这样啊。叶柔中应该还在吧？他在吗？叶柔中，我觉得他其实应该是一直都在，只是他。那不然就我出去让他进来聊。是现在在外面最信号。好，我现在三个人，我来看一下。有叶柔中，因为其他有点太外置，我有点怕邀他们上来，他们会有一点。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哎，其实他说他放弃，不要加他。”哦，哎，真的谢谢大家啊！就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就太久没有开直播，然后不知道大家还这么的，就是因为已经很晚了。然后我有看到有几个留言说，就是什么明天能不能再开啊？因为他必须要去睡觉，然后不知道直播会不会留。
可是我在想要不要留哎、欸。你这直播有将近两个小时哎、欸，好长哦，很长哎、欸。我还要那个版面会占，就不然就是留24小时，然后我就把它删掉。因为它现在可以存在 IGTV 里面吗？它可以不要占到我的版面吗？它可以直接就是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吗？都可以变成 IGTV 吧？我不知道。它一定可以变 IGTV， 只是它能不它能会不会直接就是占到我的版面而已啦、啊。对啊，不然不然这样不会吧？不然你再把它删掉啊。Yeah， 因为我正在回想说，回想有没有说到不该说的，可以是不是？哎、欸，大家都很会用哎、欸，天哪！幻境现在可以来，那好，我就先出，因为我明天还要拍，所以我现在应该要去差不多洗洗睡。谢谢，如果有帮我们那个截图的大家，或是有留有帮我们那个欢迎截图，然后我们一起留作纪念。三十，三十快乐。三十快乐！那我就要功成身退了，宝贝儿。拜拜，拍戏加油！再见啦，好，拜拜，星，拜拜，拜。好，叶星辰，谢谢你。哎，你真的是，而且你要跟我们一起，我怕你要睡觉哦、啊，因为我那个应该，我好像会很尴尬，是不是？不会啊，不会、啊，因为他就是三个。三个，我先邀，好，我先让陈雨琦上，然后陈雨琦说我不在才截图，对呀、啊，很机车哎，他要先下，然后你再上啊，还好吧，黄景好，黄景现在上来了，刚才应该要女生截一下，黄景现在上来吧，什么啊？我说刚应该先让我们四个女生截一下，然后黄景再上来，这样就好了。没关系啊，因为我觉得四个人，我们刚聊很久，应该会有人已经截图啊，自以为有人在那边大，啊、还真的没有啊，黄景上来了啦。好，哎，先生也不会尴尬哦。哎，好，应该不会啦，我们一起，大家 OK 吧？黄景在那边说什么？他。早知道就不要先洗澡，他说他刚才头很帅，玩早了。对啊，可是你不是本来就知道你要上来，干嘛洗澡啊？因为刚才可能就觉得我想要干净一点。OK，OK。Oh my god， 黄维信来直播认输，我们先注意。哇！好扯，果然还是要黄伟晋的人数。哎、欸，但黄伟晋，你刚刚不在的时候，我们也不差哦，我们不差，真的吗？不差，但是没有你高，是真的。那倒是真的。哇哇，又喷上去，喷上去，超厉害。因为我们刚在一起生日哦，今天是林思雨生日。哎、欸，你是在我这边？没有，他是哎、欸，他在我这里。对，哎、欸，他在我这里，他在我这里。啊，没。随便了，因为刚我们已经在那边女人什么？你们前面什么女人尬聊？对啊，不是尬聊，我们刚女人大聊天，然后我们是聊得蛮 OK 的，然后他说你说什么？我说然后人数一直掉，一直掉啊。没有啦，开玩笑的。等一下，陈雨欣，你到底有没有刻意换一个就是性感睡衣？是不是啊？你那什么篮球衣啊？哪是性感？有篮球衣是不是啊？对啊，篮球衣。男友风。那你是真正的睡衣，然后真正的睡衣超丑，你有种都穿出来。你有种穿出来、啊？是那种很烂的 T 恤啊，这就是我的睡衣。你说那种边很松？对对对对对对，我的大概是。就像叶星辰这种啊，边有点松了那种。哎、欸，什么？这太大件，好不好？那还好啦，那大件啊。大。对，嗯，没有，我的是真的认真松。我想说，你哪有这种球衣啊？你很 gay 白哎。对啊，我想说，我也没看你穿球衣。我不想说，想说到穿了背心，又被你们讲说怎样又怎样。等一下好热，我先把天花板调个位置。欸
你干嘛用刚刚有一只没有视角？没有啊，不好，所以电风扇在吹另外一边，因为我现在手机快要没电，所以我现在充电只能坐在这里。哎、欸，我也是直播之后手机变超爆烫的。对啊，我也是啊，变超爆烫。差不多了啦，没有，因为我们刚刚那边女人的时候，然后很多人一直在那边说男版宇宙，赶快叫男版宇宙，赶快伪男友，伪纪伟就想说伪男友。你们自己 Q 他，我一直跟他说，毕竟我大概十点多直播，你们在一起慢慢跟上，超久，完全没有。我刚刚就在忙啊，我刚刚就在忙啊。黄海清，老实说，你是不是打算要就是 fail 这件事情了？没有没有，那你真的很奇特，你应该说有苦说不清，我一大堆想讲都不能讲，我怎么办？好了，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都讲，你说问，你说问方看到这个直播他会怎么想？欸、我很尴尬。问方，你在看直播吗？问方，他刚才在讲，但是他要走了。还是我退，让他进来。不要，你不要让他进来。我告诉你，你跟问方解释，真的。哎、欸，我可以跟他直讲吗？小讲啊，小讲。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有跟问方说了。进、欸、来了，问方，问方，来来来来来，问方。我真的本来没有要跟他们直播的，因为我想说，我刚刚有 cancel 掉你一个东西，然后我想说，我好像不适合出现在这里。然后我最近的现在的情绪好像也不适合，可是想说算了，他生日还是进来一下好了，这样子。好啦，问方你原谅他。好了，我先退，让问方上。不要，你不要让问方上，因为他会骂我们。让他打字，但不要让他进来。我还是自己装，只有打字的权利。好了，还是让问他说没事啦，没事没事，不然他知道状况好，没事，不然我们他知道就好。我们唱我黄伟健赔罪低头，怎么唱？啊？没有，我觉得我们在这边直接帮问方，哎、欸，吴文芳，你有想要宣传吗？他说他不要进去了，他说他不要进来。因为我们刚刚，我们今天，哎、欸，那我们可以讲我们刚刚跟你在干嘛吗？我们想要顺便帮你宣传一下。你就等一下回我们这样。哎、啊，你今天是穿这样子吗？我记得我刚刚在群组看到你不是本来不是穿这样吗？他们在叫我不要穿，还好吧？小哥还好吧？可以讲吗？背心还好吧？你说那个。因为我跟你讲，大家他本来今天要直播之前还在那边制装穿搭，你还穿搭，你素颜还穿搭，他搞穿搭，然后好像也不算穿搭吧，就只是想说要穿个小背心啊，细肩带那种。想说干嘛？细肩带。对啊，干嘛你都这样拉了？你就把裤子解开啊！这样拉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哎。这样拉更奇怪，你要就直接脱。你本来是要单穿那一件是不是啊？对啊，没有，我本来其实因为我的衣服从台北拿下来的不够多，所以我就想说不行，怎么办？就一个衬衫，可是小可爱，然后就觉得怎么大家都很怪，然后想说算了，我做一个最保守，因为本来想说好三十今天一露面就要有点不一样，就让大家看到一个。我们没看到啊，没看到、啊。对啊，这没看到。你现在脱啊，你现在脱、啊。没有用我。对啊，我支持你脱。来，三十岁脱。是不是真的别上？真的脱，没有，因为你真的还好。啊啊！什么？你在说什么？太保守了，你现在要脱。对啊，一个小可爱还好吧？而且我不是露全身，就这样露一张。脱、欸、数字整个飙上去，快点！快点，快点！不要像是降了啦。你看叶柔中都说真的还好，来，现在解开你的扣子，来。叶星辰，救我！叶星辰，这有什么好救的？叶星辰，哎，没有，他都已经 stand by 穿在里面，他已经预计他要脱、欸欸。你们问什么叶星辰都不准，叶星辰跟陈雨希他们运动穿的超紧超露的，好不好？那什么呀、啊？奶罩、啊，然后在那边。什么奶罩？那是运动内衣，好 low 嘞！对呀、啊，那个运动內衣，你们都穿那种奶罩式的啊？那是什么？运动内衣是不是？是哎、欸，
那你下次也穿啊。已经够露了，帮我。哎、欸，你看我奶型。我看到我经纪人说不准。经纪人说不准。你经纪人不准。还好吧，经纪人说不准。经纪人，我跟你讲，他最讨厌老古板的经纪人喽，你要小心。好不好说不准。你要经纪人这个 sense 不好哎、欸，觉得不好哎、欸，经纪人你真的好，我跟你讲，记录要开，你就是给我拖，是真的啦，你记录要开拖，我们不走，没有跟着燕柔中也在叫你，为什么燕柔中叫你不要拖？为什么？而且燕柔中明明前面说可以拖。哎、欸，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很好笑的是，我刚刚都不知道有经纪人在，然后我刚刚要说我要脱小哥，他就突然说不准，不准，要露一边好不好？一个这样子，没事，我们都知道你经纪人不古板，但穿个细肩带，我觉得很健康啊 ，OK 啊，没运动，你就当做运动嘛，对呀、啊。他应该是觉得我要不就直接穿，然后我现在那边脱很怪，要不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步骤现在是脱的问题，而不是我穿。我跟你讲，这个逻辑根本错误。你穿比基尼去海边，你会从家里就开始穿出去，是不是？你到海边你还是要脱啊！你到海边你还是要脱、啊。对，这个逻辑，这个逻辑很合理。黄海静这个逻辑很正确。超怪的。对啊，还好吧？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说。不要再他应该了，你又不是他。他是不是在私敲你？没有，他没有私敲我，他直接对你就是在这个场合拖拉。哎、欸，不要这样，大家都叫我经纪人穿好了。我没到他，我跟你开玩笑的、啊，经纪人讲梗而已了。好呀、yeah? 啊，不会、啊、不会怎样吧？啊，因为我也想说，我也想说，哎、欸，如果我觉得他应该想说，如果在戏剧上呈现拖，那应该。就很 OK， 然后如果在直播在那边，好了，我现在要脱，表演课，你现在演一个视讯0204女郎，然后你要脱，好吧，经纪人，我们上吧，上表演课哦，哎、欸，你看什么华灯初上这种，你不想接吗？酒店妹，你不想接吗？我跟你讲，很多优质的戏剧就是要演这种比较社会，你知道，你知道社会真的会发生事件的那些人。我跟你讲，如果有一个援交妹的叶星辰，你接不接？陈雨希，你接不接？好了，没笑话，你不接，不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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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对，好中奖了，我告诉你，对啊，我觉得这个可以耶，嗯、没有叶老师说当然陪我脱，嗯，我已经背心了，我陪你了，我已经背心了。哎，你们都没有演过援交妹，对不对？我演过啊，你们都是演亲腿、哦。我有演过援交妹啊，你有演过援交妹？滚石，到底是不是我朋友啊？啊，你说杨佑宁那个？对，滚石演援交妹啊，里面就是、啊哦。但里面尺度还好吧、欸？里面还好，尺度还好。嗯，对，尺度还好。今天说文静很帅，不要再叫我脱了。经纪人现在想要转移话题了，黄海静，经纪人还夸我，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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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黄海静，你现在心情吧，应该没事吧？我现在假装开心啊，分散注意力啊，好了，没有啦，好热哦，被你们搞到我超热，就想脱还怎样？不要一直。没有，但你没有发现我的 PO 的那个第一张有一些小巧思吗？啊，没有，我没有很仔细看第一张怎样。我好像没看到那个，有没有看到我 PO 文？我有看到你 PO 文啊，可是不是就是拿着蛋糕30这样子吗？连赞都还没按呢、欸，我都还没有细看。我的那一张，我第一张我就是也有刻意穿无袖拍啊，我是30一直在训练自己这件事情。无袖还好，哎、啊，无袖有什么？对、啊，有什么需要训练的？没有，可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训练课啊。那你现在可以训练呢、啊，这是一个课啊。那你有穿过？我今天就把袖子这样撸上来，不就无袖了吗？对啊，你有穿过陈雨希
跟那个叶星辰他们那种运动衣吗？有啊有啊，但是我他有啊，但是我里面还是会再穿一件 T 恤。对，那还是他外面还在穿。好啦，就是纯裸的那种运动内衣，直接外面一件。我好像没有过哎、欸，只有在家里自己动的时候有。哦，跟我以前一样哎、欸。对啊，可是你也是那个吧？就是三十岁之后才脱的吗？对，好，哎、欸，是，三十岁快三十吧，好像，好像不到三十、哦，蛮都开始。对啊，我就是想说，好像三十岁之后可以慢慢训练这件事情，结果你们都没有人发现。没有，那个 level 太低了啦，对啊，那个 level 真的太普通了。你们到底不是有什么好发现的啊？不就常常看到吗？对、啊，我没有啊，我没有、欸。讲的好像我们穿比基尼走在路上多稀奇一样，没有，就是一个无袖啊。我没有啊。嗯，所以嗯 ，OK， 好好 ，OK， 好，你很棒，好，给我好棒哦，哇，大突破哎、欸，三十岁，哇，谢谢，好，先讲下了，拜拜，谢谢金姐。好了，他不在忙下了，是不是来拖？真的不要不要下线，我已经偷偷说他要下线，其实他还在线上看。哎、欸，好，反正他不在，我们再讲。哎、欸，但我有点吓到，因为他其实，因为我的经纪人也是想说，可以让我在三十岁有一些突破，然后但我有点吓到，他刚没有要我做这件事，但我觉得他应该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场合不好吧。对啦，戏剧在戏剧里面可以，戏剧或真的在拍照什么都可以突破这件事情，可以啦，在角色里可以啊。对啊，现在来鬼话连篇角色，换进来的角色演员那种鬼话连篇呢、欸？鬼话就是我现在我在角色里，先不要跟我讲话，这样想说什么意思啊？等一下，谁会讲这种话啊？你们呢、啊？你们很会演。因为我还在，所以我不知道我下戏之后我走不出来，我在角色里，我就觉得演员很做作哎、欸。不是啦，我觉得顶多是就是哭戏拍哭戏的时候，可能那个过程会比较难，就是很放松去跟、哦，比如说你在准备，我现在就是准备要拍哭戏，你现在跟我拉咧，我可能没有办法正面回应你，就是太轻松太好笑。这种我可以接受，可是就是譬如说，好，你拍了一个半年的戏，然后可能角色情绪很重，可是你走不出来的这种，我就觉得翻什么白眼呢、啊？永远不懂的，懂。没有，黄伟晋应该是说，就我们不是很多时候演员都会在那边说，哦，没有，我那时候我的这个角色一起成长。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这个在角色的里面我学到很多，就是很多，就是其实我从小美的身上学到很多，就是她的勇敢，然后她的坚持。闭嘴好不好？是很多人来来回回都讲过这种话，没有没有，你看你这也是啊，我对啊，你看老人杀疯的跟什么一样，然后唱歌那边超文青。你还不是一样也会带入？你写歌的时候会用狼人杀这种方式在写歌吗？不会啊，你一定也是那种好像要自己一个人了，好像要安静，我想要沉淀，我才可以好好写我的创作的东西。可是说他就不需要、啊，没有被正生活了，他在那边还在角色里什么那种哎、欸，真诚讲话哇，还是真诚都在超美在角色里。有话可说了，好可怕！哎，十二点了啦，够了啦！你真是过，真是过嘞！好，那我们先下线喽，拜拜，好，拜拜，拜拜。十二点自己好自为之。啊？什么？都过了，还耍什么大牌啊？对呀、啊，十二点还占用我们时间干嘛？很累。对呀、啊，我一分一秒都浅嘞。啊，蛋糕还没吃完，真是超浅。陪我过这。生日第一天最后一刻啊，虽然这次听已经是别人的生日了，真的真的别人生日了，别人生日了。好了，就先这样子喽。啊，叶老总，你别在下面说拜喽。好了，那对吧？应该、哦、没关系，我觉得你们可以陪我差不多，然后我可以最后跟粉再聊一下，然后我觉得收。好了。
好，都十二点了，拖什么意思？我们要拖了，十二点还没，不行吗？好了，我在群组拖给你看，好不好？啊啊哎、欸欸，那我们截个图好了，大家帮我们截个图。哦，好。好安静哦！超安静，超安静。三，没有，六，十，没有，五，十，没有，五，十五，没有。好了啦，没了吧？了大家帮，谢。好，大家要跟不用了，先跟伟晶、水晶打招呼啊，没关系。可以跟我水晶。哇，满满的，这超多的耶！而且你那蓝色的好漂亮哦。对啊，这个，哎、欸，只有你在称赞它的水晶。哎、欸，因为我本人也有收集。天哪！花叶星辰 ，Oh my god！ 哇，就是这个超漂亮，对，很像海龟。杰尼龟，海龟，海龟，海龟。嗯，好了。哎、欸，脱眼镜。干嘛我眼镜跟大家截图应该 OK 吧？哎、欸，为什么不能戴眼镜？对啊，眼镜娘哎、欸，眼镜娘。对啊，等一下我今天是没戴跟戴是差很多。你那个头发拨一边什么意思啊？这是三十岁的一个转变。做一个晚年。好，那我脱眼镜一张截图，这样好不好？大家满意吗？好，而且是三。头发拨一边超烦的。没有三。十没有，三十没有，十五没有啊，十没有。好了没，大家？好了好了，好，那祝一个愉快的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也过了啦，过了啦。按我这张图赞，我第一张就。OK， 这边说伟静可以去认识，来，下面有人说伟静可以去认识 PP 哦，嗯，哎啦，是吗？对啊，对啊，他没，因为他也收集很多水晶，对，我早就知道了，私下都讨论到爆了，好不好？是啊，因为我们都认识啊，他的水晶真的好好看哦，好，没事，谢谢，哇，好了，拜拜，你们先滚，走，拜拜，先滚，拜拜，我看人数最后。直播大，没事啦，没事，我看很开啦。好了好了，拜拜，拜拜。啊啊，哎、欸，结果你留下。啊、好好，终于到我一个人的 ending 了。那哎、欸，如果有要赶快去睡觉的，都赶快去睡。对，然后因为我也差不多，然后非常开心今天。虽然说我已经过我的生日了，然后。就是这是三十岁的一个全新的开始，然后其实我觉得也不要一直 announce 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成长，然后好像因为我以前都会觉得有点怕三十岁的到来这样子，然后到后来觉得其实三十岁好像还蛮多东西可以突破跟可以就是去尝试的，所以我才一直，因为大家一定知道我比较认识我比较久，就知道我是一个很蛮保守的人，然后其实我一直在尝试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然后以前都比较像会被说比较像男孩子啊，比较像女孩，然后我觉得三开头了就应该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一面，然后可能对于之后 maybe 主持或是演戏上的角色的时候可以有比较大的发挥。好了，希望我的对一路中人生三十才开始，对，然后好，大家都要去追剧了 ，OK？ 那你说有粉丝，哎，今天没有那个哦，今天没有杀哈一路中，我就帮大家的问题回一回，然后，哎，那对，看一下。大家有想要上来吗？没关系啦，没说没关系。因为现在有人说我要不要 cue 粉丝上来，但好像有时候，谢谢艳遇，
好像有时候就 Q 上来会有一点尬。谢谢他，谢谢凯华。哦，然后我在那边先谢谢我的粉丝，因为听说他们在那个，我有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想要为我应援，对，所以，那个就但我就觉得没关系，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虽然说我知道你如果你们应援，我的团队一定会很开心，但我你们的心我也会超开心的，对，但 OK 的，之后还是有那个，之后还是有机会。然后可以演妈妈，妈妈，真的，可是因为大家一直有在说，就是我不要生日才开直播，可是我真的，啊，真的有时候开直播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好，但我觉得非常开心，今天就是有大家一起陪我这样。然后，对，那就感谢大家，然后。现在艾莉尔也在线上，七七艳女，陈艳女怎么还没走啊？好啊，陈艳女是就是蛮挺我的啦，感谢啦。好，我在这边把最后大家的问题我回完，我就要下咯，赶快跟大家，赶快不要拖到大家的时间。拍写真集，宇宙会跟伟静交往吗？几百年前的问题啊，在。不会啦，我们就是那个啦，我们就是 CP 啦，不会交往啦。好啦，谢谢七七。欸，你看我月春到现在真的已经很久了，没有那个没有直播了耶。然后非常开心今天那个我的姐妹们都跟我一起来。宇宙是真的初老现象，但没有啊。为什么我们几个讲话的语气这么像？哎 ，Oh my god！ 我觉得其实我超容易传染，就是那种语助词给我的周围的朋友们，对，然后所以大家都会被我，大家都被我影响。好啦，我会啦，我会约啦，约老板啦。然后，哦，我觉得这边直接公布婚讯，要死啦！因为我怕现在跟大家直播，我觉得会有完没完，所以我真的太怕了，太怕就是大家会下不来这样。然后因为我知道谁跟谁加入直播，就会在就是 IG 那边再通知，然后我就想说先低调一点，不要通知大家。我最后不要上我节目了，不要逼我。然后其实，其实我觉得我看大家的限动啊，因为我知道大家有 at 我一些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真的很奇妙啊，就是有从以前到现在追，就是 follow 我的人，然后也有从月春才开始，然后也有从三明治，然后又从玩鱼，然后就觉得，也有从我们 podcast 来认识我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直以来，可能你看刚出道。然后你就会觉得，应该这些粉丝就会陪我到很久很久，就中间会陆陆续续进来，然后退出进来退出，然后但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陪我的粉丝，我都觉得非常感动跟感谢。但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这样子，就你在一个阶段会陪伴一个人，表示你跟这个人现阶段的想法或者是他的风格是很 match， 所以你才会被他吸引跟喜欢他嘛。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就看着大家说哇，从终极开始，哇，从三明治开始，从月初开始，就觉得你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那个时候被，你就是那个时候被我的那个时候的风格然后吸引。然后，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让自己更好嘛。因为如果你被我当时的那个时候吸引，然后你就我们如果好，那你一定会更好。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推出一些 podcast 啊，然后跟大家聊比较想法的东西的时候会让人家更觉得原来这个艺人是有成长的，就是是还不错的。对，然后其实跟就是我觉得最近读哲学，就是认识熊文谦，也是因为哇真的有了哲学才让我想的更多这样。看一下有没有大家的回复。
然后就是二也超多，就是超多工作人员之前拍戏相处的，然后就是他们都就是又传一些那时候剧，都是天哪，真的每个人实习都变超多的。对，然后就是粉丝还有帮我做一个就是大家的祝福嘛，然后还有一个第一个影片是我从以前到现在的就是一些作品的代表作跟我参与的节目。太恐怖了吧，不要这样子，我真的会被我自己吓到耶、欸、怎么会这样、欸、你们、欸、如果有认真问，就是好，假如你们现在对我的印象是这样，然后假如就有一天就做了我的回顾，然后你们回顾到我以前比较胖啊，或者是短发、啊、或者是很呛的时候的样子，你们会退粉吗？你会觉得你以前怎么长这样子？对啊，我都觉得哎、欸，我那时候还真的很感谢那时候还有这么多人爱我、欸、总之我那时候还觉得我自己蛮美的，结果啊，竟然我再回去看，觉得我现在真的比较美，但我觉得蛮妙的啦，就是每一个阶段就有一个留下一个时期，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演艺人就是这样，他的作品会在上面网络上一直流传，被大家去传，或者是你们要做这些东西就可以上网查，这些都是没有办法洗掉的，但你要不要留就是你自己的最真实的样子在网络上，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说你觉得我没变过，你这样其实也没礼貌，因为我变得那么漂亮，也说我没变过。七七怎样？七七说什么？会喜欢你应该都不是因为外貌。大家谁要不要会聊天？要不要会聊天？好啦，就是一个对啦，不同美啦，成长时期啦。哎、欸，你们大家如果看到一些比较，就是一些路人回应的，就是外表不重要，外表还是很重要。就是有一些路人回应，哎、欸，其实我真的是蛮喜欢我一些，就是啊，不管艺人朋友或是圈外，我就喜欢就是讲话有点，就是你要懂得开，就是你要可以开得起玩笑，人家才敢这样跟你讲话，然后就很喜欢，就是讲话很有梗的，然后那个梗就是你 get 到你也觉得。欸、真的是很伤人，但、欸、就是被 get 到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自己听了觉得蛮好笑，就说、欸、就是像刚刚有一个人留言叫七七，然后他就说他现在是玩娱幕后团队工作人员，然后他就说就是哎、欸，他们你们喜欢我也不是因为我的外表，什么意思？但是就觉得就好好笑哦。还有我的姐姐，我很自然很知性，好啦。其实你现在想开玩笑也来得及，我开不起玩笑。好、欸、因为我现在真的看到太多人一直在问全明星，但因为全明星现在的主角还是真的没办法上线，所以就是至于我会不会参加，我觉得真的没有要就是在公开场合多说，就是到时候因为我是蛮喜欢运动的啦，但是你要说参加一个节目，以就是我的好姐妹燕蓉中这个过来人，我会再跟她好好讨教一下，但喜欢运动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对，因为我真的因为我以前真的蛮喜欢打球的、欸、对啊，所以在看那个全明星的时候就非常的热血。对啊，喜欢很多尝试。我跟柔中怎么认识，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啊，就是我们是拍一个手机广告认识的啊，结巴。对啦，我就是比较中性一点呢。在最后把大家问题看完结束。哎、欸，其实蛮开心，就我蛮多圈外的朋友都来看的、欸。他们应该觉得，天哪，他们的直播怎么跳出我的那个直播的消息？应该吓一跳，就赶快来那个。什么时候回台北？就是疫情过后，然后就是如果警戒比较解除，就会上去了。因为现在就是不要移动嘛，对啊。然后就是当当还在，因为我刚刚看到当有时候有些人想要看当当，就
因为他在洗蓬蓬，所以就先不方便把他抓过来。然后希望如果之后疫情结束，然后有一些剧组可以开始开拍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拍戏的东西。对，但现在就是大家赶快做好好一起做防疫，然后其实，其实我觉得真的在防疫期间，你就会很懂得，就需要很懂得跟自己相处欸。然后在防疫期间也是，就是很乖的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不然你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去做很多自己的事情。以前都太忙，然后太在外面的事情了。然后希望，因为防疫期，如果现在没有一些作品出来，就是真的也只能就是大家可以听 podcast， 就是归属感跟就是别说一种哲学。然后，我刚刚讲一件事情，防疫算了，对，那个，刚刚讲什么？怎么一堆人叫我唱歌，别闹了，烦死了。对，就是那个，别说一懂哲学，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我不知道我其实我觉得快要30岁的时候，然后认识了一个熟人签，然后他就跟他学了蛮多哲学一些概念，然后其实自己也其实自己的想法也改变蛮多。不是啊，什么意思？我没有跟大家聊这个，烦死了，要跟大家说睡觉了啦。12点半前这个直播会关掉，然后我想一下哦。所以我就是按掉叉叉之后，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留，我就说要留，然后我就把我贴文那个删掉，然后大家就去 IGTV 看这样，对，因为我没有想要把直播的那个版面然后留在那个上面呀、没有啦，我今天大家都下线了，对，刚刚没有跟到我的好姐妹跟我一起的，记得跟上，可以回去看重播。哇，美美一直在上面，艾丽儿，艾丽儿，然后我们家妹子 Andy， 其实如果真的有从，哦，谢谢那个 Podcast 边学习边听，对啊，其实就是有从那个 AND 实习又开始追我们的，一定会更看到我们的改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蜕变超多。然后有时候跟他们聚会，你就会知道，哇，就是那时候7年前的妹子们长大超多。我告诉他们以前，就是如果艾丽尔你还在的话，就是我们家艾丽尔在那个6月。我跟你讲嘛，就反正他之后也是他的生日，大家要持续好不好？跟他一起嗨，因为我觉得在疫情期间他不能办生日，他应该也很痛苦。然后，对，就是从那个 AND 时期啦，然后就觉得哇，可是其实蛮开心的，就是看到他们就是长大很多，然后变很多，然后。就其实蛮开心那个时候在 AND 的时候可以担任一种姐姐的角色，然后可以带给他们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然后他们现在希望啊，以前就是带领他们就讲的一些话或者是一些观念，现在都可以让他们回想起来，哦，那时候姐姐有告诉我可以干嘛干嘛这样子。对，还蛮怀念女团时期的，但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出来就觉得没事啊，先自己就好了。女团我真的是回不去，我现在在，因为有些人开始 tag 我一些女团时期，我就觉得 ，Oh my gosh， 我那时候那些衣服怎么穿得下？我真的觉得太猛烈了。对啊，刘雨婷也是变超多的，然后想妮就不用讲了，在哇。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发展，希望他有空可以跟我们见个面这样。然后要啦，要休息了。好，我觉得再组一个团要死了。哦，真
我这么多朋友哦，也没有突然看到一个人说什么，就我大学然后跟我修同一堂课的。有啊，我看他们去大热门跳舞，天哪，天哪，我觉得哇，现在要再跳那支舞跟唱那首歌，我需要好好转变一下我的身份，不是不行啦，对啊，就娱乐一下大家，蛮 OK 的，跟大家一起还蛮 OK 的。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陪伴我的直播，然后。这个直播要结束了，因为已经12:20。哎，其实我发现我原来真的就是直播会小小上瘾，哎，就你会觉得哦，现在大家一直在那边在那边传啊，然后在那边跟你聊天，然后你就会一直回，然后跟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其实还蛮妙的哎。我今天本来想说直播前我要 list 一些东西，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后来就觉得。应该不用吧，就是应该是展现自己最自然的一面应该就好了，对，所以就是变成现在就是想到什么就跟大家分享什么这样，然后希望大家那个好，晚安晚安晚安，要去睡赶紧睡，因为我要做一个 ending 了，对，然后如果啦，如果在就是疫情这期间，然后还没有还待在家，然后可能还可能吧，我希望找一个时间也可以跟姐妹们一起上来跟大家聊聊天，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但我觉得应该很难，应该很难，我们就在线动互动就好了，对，直播太难了，然后因为直播你看我是上两个小时多就没了，然后你们也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手机现在又超烫，你看，对啊，好，然后非常开心今天大家陪伴我，就是我的30大寿，希望30岁之后的作品大家还是会持续的喜欢，然后希望就是之后的作品然后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 follow， 然后就这样好啦，那就感谢今天陪我度过大家的你们，然后还有就是有些人的礼物和卡片我也收到了，对，谢谢，然后还有今天陪我一起上来聊天的姐妹们，就是她们很相挺耶、yeah! ！好了，30岁第二天快乐哦耶！真、oh yeah, 谢谢你，虽然说你网络很断，但是你一直待着。好，大家持续的 follow， 帮那个燕友中宣传一下。虽然说燕友中现在已经很红，说明他现在开直播还比我红。然后他就是那个，对啊，燕友中大家还不知道，赶快去 follow 他，好不好 ？Go Ray Go Ray。然后就是很开心燕友中去参加那个节目，然后让大家看到他。很不一样很冲的一面，所以不要再骂燕柔中，不准再说他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在比赛，然后一定会有输赢，然后就会在那边说啊，你应该怎样，你怎么那时候没怎样没上场啊，你这时候怎么不退啊，或者是你这时候应该要干嘛，就觉得哎，真的不要出一张嘴，就这时候应该要给予他们支持，因为他们那时候压力很大，就是背负的就是可能观众自己还有对上的压力，然后所以就是不能，就是如果之后然后还有第三季或者什么，就希望大家都给予就是关心然后支持在每一个艺人的表演上，对啊，还有我刚刚有说那个问方要帮问方宣传，就是我们今天跟问方有拍一个有关他迪桃的他的新歌，对，叫那个迪桃，然后刚刚他在线上说要帮他打歌，就我们吵着吵着就结束了，可恶，好，问方的迪桃，然后之后他的那个 YT 他自己的那个频道应该会上线我们跟他的互动，所以大家可以那个去 follow 期待一下，然后对迪桃，然后还要帮什么姐妹宣传吗，应该不用吧，他们应该不用靠宣传，对，是我要宣传的这些事情比较重要。好啦，谢谢大家，晚安啦，拜拜。哎，然后我自己要关。晚安，晚安。大家身体要健康哦，然后一起防疫期间就一起度过，然后不要乱出门，
必要时再出门。然后防疫期间，我觉得大家不能出去，那个自己的心情可能会有点受影响，所以还是要注意身心健康，可以找朋友出来聊聊天啊，或者是你看，就像这样开直播，看一下艺人朋友在干嘛，我觉得也蛮 OK 的。OK， 好了，晚安。哎，谢谢还在线上，艳玉晚安，凯华晚安，唐晚安，柔中晚安，还有谁？不要，不要再讲四分钟，我的脑了。那谁？那烈晚安，逸轩晚安。好，只认识这些。好啦，汉文晚安。还有谁啊？刚刚什么 Nicole 什么的。好啦，我在这不要再陪你们了，我在这关了。好，我希望我关的时候不要按到那个，不要按到那个取消什么，要按留着。OK， 好，晚安，拜拜。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end your...